大家好，欢迎文丽好，你好，哇，这个虽然说那前不久刚刚来做就是宣传，但是呢，现在又看到他呢，还是觉得非常过瘾啊！真的，听到唱歌是一种享受，真的唱得不好啊？无啦，没啦，我好懊恼。你变讲话会气死人，我来真正，你也敢无唱歌，我就感觉已经是第一名啊！你用水安尼讲一边安尼安尼唱哦，比我较好听。你才好听，没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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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才好听，没
靠腰。那先去休困一下，安尼啦。好几天没睡，所以对于天后讲话不要这样子嘛。是不啦，我想没有他跟每个女孩子讲话都这样子、啊。你看看口碑的吧，对不对？是，你拢有偷看我的节目吼。所以我已经了解啊，特地失望。啊，我见过我，请你给我一摆机会。当然，伊的歌内底哦，即摆来个咱的这四圣公咱钻石点唱秀哦，主要是新歌吼，最近又个推出了吼，新歌冲动啊，当然爱做宣传了吼，宣传的期间当然真辛苦。新歌这个天空内底有足侪歌，拢是你家己写的歌词啊，对，自己写的，家己作词作曲啦。哦，作词个作曲哦，对，都是我写的。啊，你讲有男女对唱的哦？系冇，还是什么两个对唱？不想红先生啊！不想红先生，我想要红先生，我想要红。这种他连露面、连拍个封面照、连什么他都不要。你当初被签的男女对唱，你嘛不想到讲杨凡还是讲贺一航安尼？我曾经想过，哦、但是那准电视看到林志纯吼，我都就失望，所以我希望找。但是你失望的多伊啊，你就上头。我希望找一个是形象非常的端正，然后。别随便亏妹妹啦！喂，不会有暴力形象。但是为了做节目在破坏家暴，当然就严重，你把节目截爆来就。我来开玩笑。有啦，那你瞄我的顶管呐，但是被删掉。不是，很多人来应征是真的，真侪人来试这个声，但是声拢甲我袂合，因为我的声呢，较怎么讲，较高档。是，跟我同款啦。你很好，我高岗啊，你有高岗？高档，高档啦，哦，高档啊，哈，不是高岗哦，真高档哦，真甜。那么如果男生的声音哦，亲像你的声拢清清啊、亮亮啊、薄薄啊，干嘛咧？我们是叫高档啊，讲完咧对不对？所以讲你看我哈的对，而且咧无想要红的这个。一挂也也像他，他的声音很有故事。你根本是一个贵金牌砸人的钱，干嘛呢？新郎就对了。半新郎。半新郎。半新郎。但是伊将来冇出过唱片啦。哦，将来冇出。哦。可是他都写歌。写歌冇出唱片。所以比如咱澳门啊，感觉会使对唱这对象，一定是条件最好的啦。对了。我们还要多努力啦！我知啊，不是啊，真的，你们都很好，真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种的讲叫做两工无困啊，你也想看吗？我讲你唱歌，我讲话，我觉得就跟那个日本那个米那可哈鲁米都春美啊，都春美靠港款啊，你哇，麦克风夹歪一边的不？是个小歪歪啊，你是无歪掉啦？是啊，伊是夹正声，但是唱真的假音真音那种交互啊替换啊呢。我记得以前那个于大哥也是一样，于大哥唱歌也是一样，有时候拢无声呢，烧声，嘛讲会烧声啦，对哇。但是伊也去现场个唱歌，做效果又够好啊，又够好个。啊，但伊是跋脚跋到烧声，哎，无会讲人这是真正工作无同款呐。对了，这无关了，就讲这种会晓去唱歌的人，他一定运用讲要安怎来唱歌。所以头讲你安尼唱歌，你讲你两工无困，完全都无感觉。我唔知影呢，当作都困醒尔，嘿。醒尔。所以讲我有当，哎，起码有当，你起码咧这里无闲，咁要有去参与慈济啊，你咁爱过去无？都会，但是呢。還有赶快吃菜啊！嘿，但是我感觉，对常在，但我一直感觉做志工哦，无分任何团体，只要是好，我都去做哦。所以我最近也被批评说，哦，我是拿着慈济在做招牌啦，谁说的？然后再做广告，谁说的？底下被也不是的，其实我要借着机会，有时候在做讲台机哦，一定有负面，有正面的啦，对，正面的比较多啦。负面那个我们不要想，我们耐心，咱可以真正去做些好事，咱可以知影嘛。其实我还是要强调一句话，既然吼大家拢知影，人咧做天咧看吼，我希望甲大家结的拢是善缘。是是，哎呦，那亚文早期拢去咯，像伊咯，人个关的所在啊，去甲伊干嘛个人监狱内底，去甲伊开破，有当去唱歌给因听。哎，两位大哥也可以加入啊！本来九一美国去转，我都没鬼。我加入的，我不要出国啊！有时间你也来，对我这个唱我你听。你靠腰啊！我是讲咱会当做善事去救灾，对不？哦，那我记得。宾拉登，我九一的美国的龙，对不？是。我心情没鬼，但是我都出国啊！
哎呀，这个呢，我今天想要回，我都知道。我都记得说哦，过年过节，人都有打简讯说啊，祝福了啊，像说有情人节，祝福情人节快乐，什么元旦啊，祝福你新的一年很好，很好。但是我会打简讯讲吼，如果有机会会当当一个过节的新年吼，去感觉啦吼，去关怀啦，或是弱势团体哦，结果回。回我简讯的人呢、啊啊，非常少，乖很少。因为外面电脑我下工，这样的演出是没有费用的啊。对对，义务的啦，发心的，这完全是义务，爱有一个心的人啦。所以有足侪种，你拢卡简讯而已，嘿，啊，伊拢无甲咱回哦。是，伊这边靠我，这边回回像怎样，对不对？尤其我曾经卡哦一位大哥，哦，但是呢，伊嘛无消无息，无啥物。无消无息的，无消无息的，有啦有啦。你是不是看画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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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啦，你有靠我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人明明看我的面，那你看我靠你要从哪？嗯，我冇收到啊。啊，你有收到？你是我传到你的。你做会更小呢，你啊？我来无台湾对于我很多幻想呢。啊，这个善事要从内心深处，你要请教我一个心。大概随分随力，啊，若有时间，咱就加减来付出啦。啊，你头下咧讲讲，其实哦，人生当中里面，像这种感情的代志哦，那头下你唱歌，你咧唱歌的时候，你敢唔讲拄着这种感情的问题？哎、欸，平常心讲，提到感情哦，那我们拢无啥爱讲了。不是，平常讲，你一定有过什么一种讲来哈，我又很伤心，为什么呢、哦？因为我的生活一直很低调。对、哦，人家就讲了啊，现在在网络上就流传说哦，雅文生活低调是因为他非常的不是他生活非常不幸。类似说，跟他先生不幸福啦，哈、啊，跟家人怎么样啦，就是很多传言啦。但是我已经低调到不行了，我会觉得，所以、要说一点，勇敢的站出来、啊。要讲的是讲呢，我一直是一个一直感觉家己足幸福的啦。那么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幸福美满，好、哦，非常的幸福，他不用担心了，而且就快有宝宝了，嗯，对吧？哎、啊，你讲啊，哎、啊，你讲，我干嘛讲假幸福？没有做哪来的宝宝啊？啊，不是，什么、啊？有啊，后面有人说搭调说有啊，那嘿，那姐，这边能讲没有？你大姐啊，新专辑呢出来没有多久，可是呢，在外面呢已经很大的回响。这个闽南语的这种女歌手出片呢，她算是出的是最密集，而且呢是卖的最好的一位，真的不简单。谢谢，感恩。其实我对两位大哥，我真的有无限的感恩。哦。有时候感恩不要放在心里，有什么话就讲出来。真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每次要阻止我跟他之间的一种感觉呢？你是凭什么东西？我后面有很多人，这里欧巴上来等你啊！我希望你闲来乐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再犯错，不要再一错再错。什么乐什么马、啊？不要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人家现在感谢我们两位大哥。对，又不是只感谢我，先说感谢贺大哥，简单两句就好，谢谢。外面讲没，你讲伊得。因为其实我知道，其实我一直感觉家己是一个做平凡的歌手。是。好像是我讲的，高手歌的人太多了。但是，虽然我今天做宣传，很难得上节目，但是有两位大哥，他们只要有节目，他们有做节目的话，他们都会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讲，讲说一定爱阿布拿来上节目。我心里很感恩，因为我一直感觉自己在演艺圈没有很多朋友，我也觉得我真的平凡到不行。但是有两位大哥，这么资深的大哥叫你要收听，我会觉得好感动。长久以来，只要是贺大哥的节目、凡哥的节目，我纵使在不愿意去做宣传，我都会觉得只要是他们节目，我一定要上。这是我对他们的永远的感恩。哎、欸，这个啊，不好意思过来一下哦。啊，其实阮做主持的，像贺大哥呐做主持，其实阮机会接触过真济艺人呐吼。啊，有个人咱当然想希望伊有法度来上节目，对节目冇一个好处安尼啦。哎呦呦，把晒唔到往微信做来，我给你指指也得来。喂，起码等你感性的时候，请你不要那么猥亵好吗？是是，优秀的艺人，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上我们节目，也是我们节目的光荣，也是大家所需要的艺人来到现场。谢谢所以你也蛮想想这的哈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。你马来跟我等着，我准备考的。丢啊丢啊！那你虽然很感谢我们，对不对？那只是用说的有什么用呢？没、欸，你还拿回扣的啊？你要拿回扣啊？不是啊。总要有代表一点心意啊，行动上的一种表示。像我们知道王中平，他感谢我们的时候，到我们家上巴掌。王中平喜欢安尼哦，你唔知咧？巴掌哦，你连三块鬼变你啊？
啊，端午节上肉粽，啊，中秋节当然上你月饼。但是我是蛋黄酥哦。你上月饼的时阵吼，我先卡好你，好不好？阮某无伫，你也上来。哦，不敢讲啊！你安尼，当全国的观众，你嘛那么呛吐安尼。所以咱感谢咱的观众迷对咱的捧场。哎呦，所以咱应该祝福大家顺便，哎，大家加热的，加热的，祝大家中秋快乐哈！哎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好，哎，中秋哦，只有这个月，这个歌，跟中秋有关的。对。那么中秋大家会想到什么物件？哎，中秋饼啊。嘿，今天来包紧。好，傅政委，中秋节你想什么？中秋节啊，就食中秋饼。哈大块，唔能够食啦。无啦，我饼唔食，我不一定要食。所以大家拢知讲要食中秋月饼。啊，咸咯，要食只月饼，你唔知影？啊，咸咯，来。这个较早古早时代啊，因为古早时代迄当阵无什么快递啊，啊无什么什么 email 拢无嘛，所以讲嘛要传递这什么精群消息时阵啊，搞这个消息哦，送到月饼遐。哎呦，迄当阵有一个这个算讲一个意识哦，真有这个爱搞这个意识啊呢，我就要传递这个消息啊，去那个密罗，那个密罗江呀，哎呦，结果这个官兵啊，追个波多就跳江自尽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就中秋节了呢。他是讲什么啦？你不想去嘛？你是霸占节的，你霸占节吗？你霸占节来，天蓬公都没清楚。太阳，反清复明是真的要靠着我们的月饼。反清复明啊！反清复明，哎呦，因为张仪被反清复明。中秋节吃月饼，因为清朝开始有对吧？以前在清朝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大概制作一个物件，一月饼来的上人上面一号嘛，上面里面就是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就是。中秋佳节，8月15号那一晚上，大家准备反清复明，所以每个月饼里面就塞了一张纸在里面。哇，你们两个真的会掰耶，真的。那么不能卖伪装，这精心的构思发生在秦始皇时代。啊，哇，多古典啦！哎，咱这个咱世界的酸地酸国王酸总统的时候，秦始皇开始都有啊。迄当阵因为贿选嘛，掠着先咯，好判刑正当嘛。当阵就贿选，所以当阵国家这个要到第几号射到月饼内底安尼，每一号啊，一上安尼，好白哦。每一样要加一种，第三号秦始皇安尼好咯，八号安尼。我的天，你的，我这越来越夸张。现在原来主要是月饼炸鸡，拢做圆的啦，圆代表一种团圆呐。好，所以中秋节大家拢吃月饼，吃油啊，吼。啊，林森，中秋节你想什么物件？我其实我想到烤肉。烤肉，哎呦，现在最流行烤肉，一家烤肉三家香啊！哇靠，你怕麻椒啊？所以我基本上中秋节大家拢会烤肉了吼，很多外靠啊，你烤肉聚集在一起真快乐啊！所以联想到烤肉啊，我诶，我也想，我较爱吃，我也想到，因为我较爱吃红鸡，红鸡哦，所以讲，哎呦，是不是那个中秋节那种红鸡嘛？红鸡我好吃呢，我甜的呢。而且注意红鸡吃了，你吃唔能够记得。螃蟹做一只，啊，对对对，其实会中毒嘛，啊，丢了丢了，丢啊，农民力量你看哈，我搞的，这种爱吃了，安那你一个高相逢的，啊，我是每一年冬中秋的时阵，是，拢带阮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安尼。团圆，团圆，对啊，啊，食得好料，食得好啊，反正食得好。一年嘛，那一届中秋嘛，你当然讲这爱家，中秋节迄天，真的如果团圆的话，应该把豪杰全部都叫在一起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他们如果属于甲乙丙丁的话，他们四个是可以互相做结合。压力这对啊，那不管是查甫查某也好啊，男女女拢好，是不是都无恁两个好听？无啦，在那边唱你喜欢的。无啦，嘛你喜欢寂寞呀？你喜欢寂寞。我记得我唱了，一唱啊，听了，跟他秘书买个要搞啊，感觉啊咧。我跟他尾牙呢吼。双击要搁搞。双击要搁搞。尾牙搞，双击要搁搞啊咧。所以要找一个搭档，看我困难。系啊，我们想我们自己希望讲，哎，咱有啥物搭档咧？想对啊对啊。想要跟他搭档的，像你除了这一些好朋友以外，你最想跟谁搭档？有没有理想？理想有无？譬如讲吼，你讲一寡吼，查某囡仔一寡，查某大波拢无要紧。那你讲想要跟谁搭档？我想要含这个目前上红的蔡依林。蔡什么会啊？蔡依林啦，他要跟蔡依林。你讲啊，蔡依红会使不？还是蔡龟？我给你考虑看卖。无啦，蔡依林算讲有气的嘛，真好跳舞，啊那别样跳的吼，甲学叫我功夫嘛，袂歹。我是说什么特色啊？你？系啊系啊。但是我用你跳富生，我人也不敢讲，你是爱个什么人？那我吼，我可能有较多重的选择啦。对对。我第一刚才讲，譬如讲这个王心凌啊，阿伯就是。喂，阿伯就是这样子，像咱即马这个电影明星啊。
张柏芝啊嘛，没办法。张柏雅，你个好唔好？张柏雅，张柏芝，我靠啦！现在进步啦！这家己理想啊，会使讲出来啊。我讲好听咩？啊，那按我诶。那我。嘿。我。你出道这么久啊，一定有心仪的对象啊。像比较说唱日本歌的话，我喜欢跟那个五木 Hiroshi 那个。五木啊，对，他对，我觉得他唱歌太好，对，能跟合唱不晓得。五木好像没有跟人家合唱。对对对啊，对对，我是每天在想说有没有机会跟他合唱。那像那你再给蔡琴啊，差点萝卜炖来加你哈。对，五木是理想。对，然后像国内的呢？国内的像刘德华也不错，我觉得。哦，好到不得了。对呀。是啊，所以说也是有这种想法。想法哈，阿林三呢，喜欢你看 gay 呗？我哈 gay， 应该没那么夸张啦。应该我觉得这个歌手呢，这男歌手应该还跟我蛮适配的。哎呦，哦，蛮适配的，蛮适配的，适配什么啦？哎，那个王力宏啊。可以吧？你怎么这样子嘞？对嘛，他们王力宏实力派哎，然后自弹自唱，所以哦，你这东西真正啊理想化那样。请姐贺大哥，贺大哥就比较实在，他是这个合唱的部分，不是讲为了自己啊，哎，为了这臭屁公司形象就重要，对，为了臭屁变那卖嘛就重要。贺大哥想要跟谁一起合唱？嘛，我被成年好高骛远哦，什么什么王力宏啊，什么什么蔡依林啊，这种啊，喜欢喜欢，我出去哦看。比较这个中生代，哦，王菲、许纯美，哦是什么菲？王菲啊，王菲哦，哦，一个高雄的王菲了，王菲啊，哎，王菲，你是讲都要结婚的王菲哦？哎呀，对啦，你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种口气，跟人家合唱歌曲啊，哎，结婚啊，我都不认识你了，像杨先生，你准备干什么？好高骛远，请问您要完全没有想法，您这样怎么做节目？你喜欢跟谁呢？宋慧乔。你什么玩意嘛？应干爹好不好？送厨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种个理想啦吼。对对。啊，最重要其实啊，这种合唱歌吼，其实哦，起码如果算讲是，会使讲讲单歌呐，还连这类合唱歌还是少。当然。所以讲，有当有一个个人的歌，咱们使个听规的合唱嘛，是噻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观众朋友来点歌，点什么歌？来来，多几位。嗨。哦，这位先生。好，什么先生？啊啊，这位小姐啊，走。追车姑娘哦，追车姑娘哈，哎呦，追车姑娘这个是啊，差年代差不多有五十年左右啊，这算经典，因为这是较早这个美空云雀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该做这个啊，这个这台语歌，不是你头那头前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追车姑娘这条歌是我最长官爱听的歌，开玩笑，因为它的展现那个方瑞最美的那一部分，想睡几遍。哦，你去追车姑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可是今天好像我们两个来合唱，所以感觉更不一样。第一次从来没有合唱啊，对呀，所以两个人合唱，你等你等，我这追车的我们就跟三轮车去啊。不啦，你追车嘛，啊，那狗牛的车嘛。